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叫青宝，我是青宝妈妈，我是青宝。哎，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也是青宝一直最不愿意面对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前段时间呢，学校体检，然后具体怎么了？算了，还是让你说吧。来吧，来吧，他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回事。学校体检，然后就是测试里了嘛，然后他测试里显示出我是4.2，近视了。但是呢，我跟你们说哈，青宝回来只给我说了他的身高和体重，他没有告诉我他近视了。但是我这两天观察他看东西的时候，眼睛总是这样，就这样眯着眼睛，所以说我觉得他不对劲，然后他再把实话给我说了出来，在那儿呢，看到没？还是不愿意面对。走吧，先去配眼镜吧。嗯，今天也带着你出去转转，好不好，元宝？咱们配姐一起配眼镜，行不行，乖乖？啊？好嘞，今天我们穿戴整齐，好吧，咱们一会儿就出发，好不好？测一下视力，现在黑点啊，对比两黑点的清晰度，这是第一个。怎么样，下台阶试试？咋了，不敢下？这个感觉随时都有可能太清楚了，还是咋了？太清楚了，就是感觉随时都可能会摔倒。所以然后呢，我站在这儿就感觉我处于上风，感觉下面敌你在上面站着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再适应一会儿，不行的话再给阿姨说，好吧？你的眼睛终于戴上了，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弄个绿的，弄个粉的也行。这不是绿的，这是试的，试完之后镜框是自己选择的，知道吧？嗯，感受感受，去走走试试，我妈妈这儿来走走试，脚底下，尤其脚底下哈。现在又看看，哇塞，是不是太清楚了？走的时候慢一点，上下楼梯试试。他现在突然间太清楚了，感觉总是想摔的感觉。好，慢慢再下来，妈妈看看。好，不要慌。不敢下是不是感觉？就是感觉这个楼梯可陡。你戴上之后看清楚了吗？嗯。好，慢慢下吧。慢一点哈，不要慌。宝宝，让妈看这个，戴上我看。这个也可以吗？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都是这个比他再试一个腿来。这个是带点淡淡紫，这个是不是这儿有点太窄了？那儿也还好吧，它小嘛。我现在已经配眼镜回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看我妈，就是感觉她和我一样高。她不管现在看啥都是缩小状态，来近距离的看一下。像我的一位朋友，我怎么觉得秦宝现在单个眼睛变得傻傻的？宝贝，你现在看书上的字看能看清吗？离远点。可以。可以，这么远都能看清了。嗯。你现在看我是啥样子？你眼中，你眼镜中的妈妈是什么样子？哈哈哈哈哈！他现在还又选了一个这个眼镜盒，是跟他的那个闺蜜。是一样的，她闺蜜这个星期也是去配眼镜了，因为他们前两天不是刚那个体检过，然后她也是近视。好了，4.4，这样眼镜你就永远去不掉了，就这样吧，你只能这个样子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眼镜，青宝觉得戴上可不舒服，感觉那个鼻子上面架了个东西，是不是？不舒服吧？不舒服。没有不戴眼镜时候舒服吧？后悔了没？啊，之前不让你看手机平板，你还不愿意，现在后悔了没？啊？好啦，宝贝们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。对，就这样吧。嗯。